72岁女性脊椎手术之后，下背痛到难以忍受，是椎板切除症候群。从 X 光影像看来似乎没有问题，但以动态摄影检查就会发现，一旦姿势前弯，出现神经压迫。临近节病变，开刀的那一段是很不错的，但是开刀的隔壁节呢，我们打了一串钉子在身体里面。当你有中间一段锁起来的时候，这一段会特别的坚固。但特别的坚固的代价是呢，这个非常坚固的骨头，它的上面跟下面就会变成特别容易受伤的结构。在极其细微之处找出病根，为患者消除苦痛。除了日新月异的医疗设备之外，更需细心的人医本怀。雷射就是说，主要是降低身体的发炎呐、啊。让这个血球中的一个白血球，那个细胞的发电厂粒线体的这个能量会提升，慢慢的来修补。多年来深耕小儿眼科的彭美玲以病为师，面对棘手病症总能胆大心细的化险为夷。5岁男童双侧高度近视与弱视，原来是颅内动静脉畸形瘤，就像脑内有炸弹，必须时刻注意。它是一种先天性的血管病变，因为微血管发育不好，所以造成那个动脉的畸形，会容易造成脑会出血。如果说小孩子他可能在学校跟同学玩，跑跳太激烈或撞到，就可能会发生意外。台中慈院医师与上人温馨座谈，分享临床病例，见证在专业医疗之余，诊间充满温暖与柔情。大爱新闻李亚平、林欣宏，台中报道。